靠，如果上几天上学了，其实也是佛系，能学啥用就啥用了。你把条件给他创造好，他，你把条件给他创造好之后，他不愿意学，他没有，他不是那块料，他不是那学习的料，那只能佛系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环境都没有给他创造，就让他佛系，那只能那就是自暴自弃了，是不是？你得把环境给他创造好，他不学，那就是他的事情了，对不对？他依然没有学好，那就是他的事情了，我也不逼他。反正我给你已经是好学校了，如果是你还这个样式的话，你还不好好学，还那没有办法，那真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省得长大了再埋怨我。这个就是大号。这个是牛腩番茄。关注了主播，谢谢大家，这么多人都关注了主播，谢谢大家。菜都凉了，不凉，热的。这是起床的第一顿，早上没吃，聊点别的。聊点别的吧，宝宝们，是不是？大家都不愿意听，有的这个坏孩子的话题，是吧？因为没有孩子都不想听带孩子的话题。徒弟们让他们来，宝宝们。托马斯要住校，也可以不住校的，走读也可以。没让辣椒和老鼠过来。你说我吃个饭，播就播1个小时，而且这些食材都是有时候今天赵博没在家，那就是我跟弟弟准备的。有时候赵博在家的话，就是那啥，就是赵博和我弟弟2个人准备，也没备准备多少食材了，听吗？我们起床就12点了，收拾收拾，1点才开始准备这些食材。来的人多了，我管不起饭，老铁。实话说是真这样。我也顾不上他们，因为我自己都在涨粉阶段。你说他们来了，我是不是得给他们点关注？再说人粉丝都比我多，我这才10万粉丝，有的时候你看老许都30万粉丝了，辣椒都40万粉丝了，我一个10万粉丝的给40万粉丝的大主播点关注，多少人是不带说不过去吧？再说。是不是老铁们？咋说？是那回事不？人不得嘲笑你？你10万粉丝，你给40万主播点关注，我现在是个小主播，你知道吗？人是大主播，请不动。这是开玩笑啊，这是开玩笑。我让他们来肯定是来的，只不过说，我都在涨粉阶段，老铁们，之前的粉丝呢？之前的粉丝，这个就是以前的号，之前粉丝没了。吃的是什么？这个是牛腩，炖的牛腩，番茄、萝卜、牛腩，我弟弟做的，我弟弟跟赵博2个人做的。赵博炖上了，然后就走了，就出门有事出去了。我弟弟看着锅。这是牛腩吗？这么大块，弟，你吃饭没有？吃点吧，快点来。喝的是什么？喝的是奶茶，阿萨姆。主播哪个学大学毕业？家里蹲。
沙里顿大学，这个大学可不得了。猫猫啥时候绝育啊？啊，你是宠物店的吗？为什么一直问这个？我没有，我在菏泽还没有找到可以绝育的宠物店呀。所以说，就是哪时候啥时候去济南，然后带孩带小猫去啊？因为我在菏泽没有刷到过。然后那天我刷视频，刷到一家济南的给猫做绝育的，99块钱。济南的99不靠谱呀，但是菏泽的我没有刷到过。我公屏滚这么快呢，我都看不过来。99是不打麻将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说团购价，一个人只能买一次。济南的。去了就不是99了，嗯，可能是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